好，我是 Hannah， 我今天要来开箱我等待超久的那个 Tiffany Blue， 就是蓝绿色的微波炉，因为我家微波炉坏掉了。就是本来老公说呢，拆下来就我们家之前装了新的抽油烟机，然后原本的微波炉拆下来以后，老公说先用那一台，如果那台坏掉再买。可是就这么神奇的拆下来不到一个礼拜，那台微波炉竟然就这样子坏掉了，而且呢是我老公发现的，他还一边帮我微波鸡汤，一边打那台微波炉，因为它真的坏掉了。所以呢，马上我就手刀上网去，噔噔噔噔。这个我心中梦想的微波炉，那我现在要来把微波炉开箱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台我等了很久的很漂亮。